俗话说一胖毁所有，很多人大肚挺挺，连走路都艰难，试过节食，试过运动，可是效果呢都不咋地。其实啊，你可能忽略了，可能是经络堵了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打通经络，对瘦身有帮助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双手交叉在头顶伸直，手掌心朝上，然后踮起脚尖拉伸身体，脚后跟落地的时候上半身向前弯曲，双手向下拉伸，最后还原，这样为一次，每天做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，拉伸经络，对打通身体堵塞有帮助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能排出体内湿气，加快身体代谢，消耗脂肪，让大肚腩远离你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唠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